台北101是最能够代表台湾当代文明的地方。101不只有世界知名的高度美学，我们希望101打造成为一个有内容、有文化、有温度的地方。所以我们用人文、艺术、时尚、创意这些元素，打造一个让世界看到台湾当代文明的生活场域。2020年的6月与7月是非常值得记录的一个时刻，因为全世界都还在 COVID-19 的疫情，但是台北101的4楼举办了一个全世界最顶级、规模最大的珠宝腕表的展览，让全世界看到台湾这个时候都过着优雅自由的生活。在我们大厅1楼的拉比，台湾花卉与当代艺术的相遇，那里有汤慕祥老师用101退役的钢缆做了一个世界雕塑。这一次的这个岛屿花园在101大厅的重新做展览，我主要的选择是以台湾热带的兰花花卉。台湾应该要有更多的这些生活跟国际性的舞台，可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可以认识怎么样去运用现代的手法以及美学的方式，让这些大自然充分的都在我们的生活空间。我觉得台湾应该要作为最重要的领先指标，那101是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希望有更多新的体验，浪漫的、优雅的生活美学的场域，跟我们的客户共享。